好心情，东西好多。我也看到目前台湾职业运动发展最顶峰的状态。Hello， 大家好，我是汉森，现在人在桃园国际棒球场，然后要来开箱乐天桃园的主场。那这一次也很开心，能受 DV 的邀请来这边体验他们的联名主题活动。那今天是我第三次看中华职棒的比赛，第一次就是在上个月的阿米趴，也是在乐天的主场。那个是我人生第一次在台湾看中职的比赛。当时来算是一个先体验台湾棒球的氛围，当天真的让我非常的震撼，让我感受到原来台湾的棒球这么好玩。那我人生中唯一一次看过棒球比赛进场是在3年前的美国看洛杉矶道奇队的主场，当时候的主场的感觉跟我在台湾看中华职棒的感觉，老实说台湾的棒球比赛真的很好玩，甚至可以说是比美国的好玩，因为美国他们的风格就是比较去是放松，然后喝酒聊天，那现场会没有那么多的应援啊或跳舞啊或是一些带动。那在台湾真的是你在棒球场你可以享受到非常多不一样的元素，上一次来还有烟火秀，再加上赛后的演唱会，所以来棒球场真的是非常的好玩。我这一集是棒球主场开箱的第一集，我会把上一次我第一次开箱的内容跟这一集的体验去做一个结合。这个系列呢，我会跟篮球有比较不一样的呈现，因为我本身算篮球迷，所以对于篮球环境是比较了解。那我是最近才开始看棒球，所以整个对棒球环境的了解，还有整个各个主场，我是还没有办法去做比较跟做分享的。所以我会在最后一集开箱完所有的主场之后，会做一集简单的总结跟分享，我觉得各个主场有什么值得跟大家分享，就不会像跟篮球场一样去做评分。我一样每个主场会尽量帮大家介绍那个主场有些什么，然后还有那一周的主题周，我们就等等球场见。拿到票了，这一次呢是 DV 跟乐天桃园一个联名的主题活动，这是他们入场送的折扇，都穿上联名的衣服，背面是商品。 DV 其实做非常多的运动的品牌，不管是棒球啊还有篮球，还有很多运动相关的服饰，其实都非常的好看。那早期他们算是篮球起家的，我没记错的话，因为之前也曾经有关注过他们的比赛，真的是越做越大。好，现在来参加他们现场的活动。他们给我们一颗球，就写上应援的话，然后贴在他们前面有一个应援墙。可以的，换我选，换我选。你写了什么？晚风。然后我们前几天才发现，原来中华职棒还有跟 LINE Pay 配合，所以你如果有 LINE Pay 的话，你来这边的美食街每一个球场都有，你来做消费的话，你会有8%的回馈，我觉得这样很好。整个联盟它一起整合，然后每个主场它都有一样的优惠，我觉得这个是非常聪明的事情。乐天的美食街真的超级猛，超多样化，虽然说它价钱可能比起我去洲际稍微再贵一些，但我不知道是不是最贵的，不过它的多样性真的是很厉害。然后它是室内那种美食街，那之前去中信它是在外面有点像夜市那样一整排，然后里面有零星的店家，可是乐天它是整个直接呈现在球场的内部，我觉得这个整个超厉害。然后我发现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平日的关系，它里面的铁门跟假日人多的格局不一样，没有在做开放，不然上一次假日来这边是可以走出去，然后可能因为是平日人比较少，它封起来，不知道啦，我也是第二次来而已，不确定是不是这样。其实今天有延后入场，因为今天天气其实不是很好，还好没有下雨。我们来的时候台北的风雨非常的大，然后今天来之前我有看到他们
们这次 DB 的活动找来陈立焕来做开球嘉宾，刚好也很巧，就是又是跟篮球结合。那因为大家知道陈立焕他去年在梦想家，那之前他原本是在工程师嘛，从今年开始第三季他会在桃园领航员，所以他现在也算是桃园在地球队的。那这一次的主题周又刚好请陈立焕来做一个在地的结合，跨运动的连结，很期待他的开球。这一次的位置比起上一次来讲比较偏向内野，而且视野超级好。上一次我们坐的区域是比较靠近大概一垒的位置，然后是比较上面一点，所以离场内已经比较远。那我觉得这一次的视野整体也比较好，然后前面也有这个防护网，比较安全感。不然每次其实看到很多那种高飞球飞出来，其实蛮可怕的。而且它虽然会提醒，可是它提醒的时间其实已经有点晚，所以如果大家来这边看球的球迷真的要注意，不要被界外球砸到。好，然后刚刚我们有买好吃的回来了。乐天桃园其实它有一个特色是，因为乐天它是日商，所以其实从里到外这个主场已经结合了非常多日本的元素，就是从外面的一些布置，还有吃的章鱼烧啊，然后大阪烧啊，还有非常多炸物是非常日式的，感觉就是非常让人有食欲。意外又惊喜。各位队长的十号队友，大家好，我是团员团员陈立焕。请掏出。哇！哇！哇！上一次有来过，来的时候没有那么近的看。哇，超高的。现在刚开赛第一局上半就被打了两分了，还没结束，现在零出局。不得不说中信的应援曲真的太洗脑了，我们上礼拜才去看中信，他们现在这边客队应援，我觉得那个洗脑程度真的每一首都很有特色。今天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平日的关系，整体观众的那种融入感还有应援感是没有那么强烈。上一次是大家都超热情的站台，我不知道是因为对战组合打中信的关系，还是就感觉观众提不太起劲来，客队球迷影响非常大。然后也有可能是因为现在局数很早，已经被打了4-0，然后主场球迷可能就已经有一点，毕竟也被打了很多分了。不过还是有机会啦，我也希望这次可以赢回来。刚霸凌爵投一球，直接中信打来打去，有打他的手，教练团他没有上来关心一下他的状况，当下看起来是蛮痛的，然后他还是选择继续投，因为现在是落后，希望他不要勉强。
人家都好专业哦，那你看，都会跳。好的。哦哦哦，这什么？哦哦。升降了，都是升降。对，上一次来好像也有升降舞台。对，有升降舞台。哇！哇！你看，你看，哇！这个是，哇！哇！哦！啊，九局下了，还有三分的差距，我们看乐天有办法把它追平或者是翻盘。好吧，我想看烟火。现在零出局，一垒有人。好，刚刚一垒安打，最后一个半局了。Go 零零零零 ，Go 零零零零，哇，可以可以，哇，一三垒有人，一三垒，哇，烟火秀的梦想快成真，搞不好有可能嘞，哎，这有可能哦。差三分，是一整个起来了，零出局，一三垒有人，我们有机会，有机会，有机会逆转。哦。哎呀哎呀哎呀！没关系，一分一分一分回来了，还有机会，还有机会。没有赢球，至少来个烟火吧。来来来来，拜托拜托拜托！哦！啊！哎呀！啊！没有，好球了，好球了，有追回来一点了 ，OK OK 的 OK 的，如果前面没有那么多掉那么多分，有机会的，好球好球好球，哇，可惜了可惜了，看完比赛了，没想到棒球平日的场次也那么多人，今天目测应该大概也有三四千个人，棒球季是一年打120场，它还可以就是每一个礼拜，像今天礼拜二周间都可以有这种热度，我觉得超猛，不愧是台湾的国球，发展很成熟的职业运动。然后今天开箱下来的感觉是跟上一次夏日场不一样的，今天人比较少之外，刚好可能也是因为对到中信的关系，中信他的球迷其实占蛮大一片，所以感觉在应援上有某一区是完全没有被带动起来的，而且他们的客场应援虽然在外野，可是非常的大声，真的会影响到整个主场的气氛。然后不得不说，他们的球迷真的很团结，甚至很多是夹杂在乐天区域的一些球迷，然后会做中信的应援，我觉得这非常有趣。没有像篮球场那么的主客场绝对，他比较是客场也可以有很大的影响力。今天在前段乐天真的遇到一点乱流，就是一开始就被打了4-0，然后洋将也有出现一些伤势，他当下可能有被球砸到，然后后来也投没多久就下去，所以前面的整个应援啊，你会觉得提不起劲来的感觉。
然后后来真的是慢慢有打回一点分数，就会感觉到气势慢慢上来。然后尤其是最后面八九局的时候，我们也真的有被现场气氛感染到。可是我发现，因为我上一次去中信跟这一次在乐天赌场，我发现乐天的舞真的偏比较难一点，就对于我这种肢体比较残障的人来讲，对，大家如果要来乐天做应援的话，你的肢体是要必须比较协调，然后他们的歌曲真的。我觉得变化性也蛮大的，跟中信比起来，中信的歌我觉得两个都还蛮好玩的，但是我觉得乐天的舞是需要一点舞蹈天分的。大家晚安。好，看完比赛了，再次感谢 DV 的邀请，能让我体验这一次的主题日活动。那最后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第一次看中职的体验，还有最近这样开箱棒球主场看下来，我对中职的一些想法。首先，我第一次看中职的比赛是8月26日当天他们乐天的阿米趴。那原本我想第一集的开箱呈现就以那一天第一次看的为主，但是躲到了现场发现，中职的内容真的太丰富，尤其是我还没有在台湾看过棒球的状况下，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看。我不是指棒球赛本身，而是你到那个主场，你真的会发现，哇，好新奇，东西好多，就是它那个丰富程度跟震撼度是远远超乎我的想象。虽然说我看过大联盟，但是大联盟比赛相较于中职而言，大联盟就是吃东西、看比赛，然后到现场，然后享受比赛。但是中职它可以体验东西太多了，包含外面很多布置、很多视觉，然后到内部的美食街、周边商店，然后到里面的赛前表演、应援、赛后演唱会，包含有烟火。尤其是应援这一块，我认为这真的在中职做得非常成熟。除了比赛内容你要看懂之外，你还要习惯整个比赛的应援节奏。我觉得中职的发展真的是非常成熟，尤其是联盟方跟球队方取得一个非常好的平衡。联盟方会做好整合跟规划，但是又可以让各支球队有发挥空间，然后把他们发扬光大。我也看到了目前台湾职业运动发展最顶峰的状态，因为以目前我看篮球到现在，篮球才刚刚起步了2年的时间，那确实还有非常大的一段路要走。好，那说到8月26日当天的比赛是乐天对统一，很开心最后有赢球，那我也有如期看到烟火。后来我才知道那一天我也蛮有幸的看到乐天关键的两个 play， 首先第一个呢是蔡振宇滑倒那个 play， 然后跟后来梁家龙打出去的安打，然后统一他们有关键失误然后有得分。我后来无意间才发现，这两个人不是前几个月刚好在统一主场有发生一些事情的那两个人，那我觉得这个是蛮巧的。那我也是第一次看棒球看到有人抛垒滑倒，因为那一天我知道是有冲突嘛，在统一有出征球，然后蔡振宇冲出来，你那天冲出来的时候，哇，这么快很准，然后你再跑一个基本的跑垒，然后滑倒。不过重点就是那天有赢球，那很可惜这次第二次看比赛，不幸就是有点输球，被打太多分了。不过还好最后有追回来，然后让主场的气氛啊应援就比较带起来，也有体验到主场的氛围。然后不得不说中信他们的客场应援影响非常大，那也是那一天让我蛮惊讶的一个点，因为其实在篮球你的客队的规模跟应援的那个气势是不会到那么大的。我算是今年开始有稍微 follow 一下中职的状况，那我也知道在前阵子中职回违9年时间有交易产生，那我听到其实我也觉得蛮新奇，因为以篮球而言交易是非常常在发生的事情，没想到我们中职的流动率那么低。刚好我这一次的这个 DV 主题日，我第一次看到从富邦交易过来的杨敬豪，他的应援曲也是第一次在主场播放，我又有去听原本富邦的歌，那没想到乐天这一次他们对于杨敬豪的这个应援曲真的是洗脑到不行。然后我那天也看到啦啦队，感觉还对这首歌不熟，跳起来的感觉真的是很幽默，所以我觉得当天也蛮幸运的能看到中职暌违已久交易过来的选手上场，这一次的体验真的非常好。那最后再次感谢 DV 的邀请，被我看到陈立焕，然后又跟篮球做一些结合，这两次是非常好玩的一个主场体验。好，那最后呢，喜欢我这个新系列的朋友，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分享。那如果你是新来我的频道，你是因为棒球进来我的频道呢，那我这个频道也有非常多篮球的东西，我将来呢就会到处去做开箱。那我也是希望把台湾好的运动推广给大家。我们下次再见，拜拜。